吉米是一个刻苦耐劳的杂志编辑，一个礼拜有八天，每天有25小时都盯着荧幕打稿，所以眼睛时常累累的。所以 ，BenQ Screen Bar Light 成为他的救星。这个专门对应笔电的智能挂灯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它纤巧到不可思议；第二，它会自动调光；第三，使用时荧幕完全不会反光，只要插上 USB， 它就会亮亮的。使用时不仅可以调整亮度，还可以控制色温，就像使用樱花牌热水器一样，冷暖自己设定。同时，它还有内建光感应器，可以侦测环境光源，自动调整亮度，甚至可以搭配 App 使用。Oh my god， 这会不会太销魂？自从有了 BenQ Screen Bar Light 这个救星，Jimmy 从此头不昏，眼不酸，而且还推脚有力。